Hello， 带全家来吃的，点了四碗哦，看一下，一碗、两碗、三碗、四碗，然后最重要是那辣椒。今天生意超好了，你看一下，客满呢？客满呢？OK， 这边光线有点昏暗，然后刚刚去看 QS 妹，那个不是啊，爱慕12 Pro Max 还不错啊，就是资料边框我不喜欢而已啊，其实其中壳后大同小异，都没怎么差。现在很少人拿裸机的、啊，根本不会拿裸机的。而且装壳那旁边，我最讨厌那个边框很粗大的物体，也是一次就解决了、啊。OK， 然后11 Pro 都没有货，哎、啊、不是啦 ，iPhone 10啦，iPhone 10都没有货，我等白色的，白色有的买啊给老婆开箱。OK， 那我就先不用了。你没办法吃完了、啊。那我就先不用了。今天馄饨很，馄饨很热卖。OK。我有点饿嘞。小姐，小心点，你家吃多点啊，没事。你好，我带你这边。你们中午吃啊？我没空，我去跟我岳母去烧那个石东西。做什么你们干？我喜欢就是那个馄饨啊，馄饨上面加一个辣椒。它应该是用后腿肉吧？来、啊。没有看到，到下面在隔壁。没关系，就吃饱再过去呀。吃饱再过去。好了，用餐了，不聊这么多了，拜拜，再见。